今仔日已经按咱这个会结束，我的行程嘛已经完全结束吼、哦。所以我讲，这位阿长甲讲好酒停半杯，来纽约就行程就拢所有完全结束。演讲的时候讲过嘛，咱就过惯自由民主政权的生活，要叫伊过去国中者生活，我话你唔肯，对无？对啊，所以你一定爱等伊。哦，你这一定爱等你投票，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代志哦。何况我参加初选，这场的选举一定爱团结，无团结，大家无一定有把握会当赢到最后胜利。但是我是团结，也是无团结的指标啦。所以我一定爱来，这是民主的必然，嘛是积极的所在。啊，你感觉无满意啊？我唔爱回去投票。啊，伫遮我嘛甲你口劝，一定爱回去，因为这唔是支持个人，这是支持台湾大众。咱的经济发展也好，也是产业的发展也好，其实咱已经行伫个正确的。路途上，需要大家回来，需要大家带着纽约创新的精神回来投一票，投给蔡英文一票，让台湾继续按创新的路途上继续发展下去，也让台湾加入世界台湾，安尼好唔好？让台湾加入世界台湾，好唔好？好。